今日加济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真欢喜，甲大家伫遮见面。有诶可能伫台中，也是屏东。可能拢有见过面，但是伫咱中央的教室啊，有诶可能是第一摆，啊有诶也拢了解我，所以讲第一摆来甲中央的同心啊，我呐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让大家了解。那大家要了解我，少年呢，较侪啊，那咧用电脑的啊，恁会使拍。111四个一，人力银行、华人名人小传，你拍四个一，人力银行、华人名人小传记啦，小传啦，张文燕。张文燕啊，张文章的文燕啊，以前我来讲啊，沙燕林的燕啊，是讲颜色的颜少一个叶旁啦、啊，安尼大家可能会了解我，有诶讲啊，我。遐麻烦，搁较简单诶，要了解我搁较简单诶，但是拢爱用电脑啦。那老一辈子叫恁后生上网去 Google， 还是 Yahoo， 另外甲拍张文燕。但是爱加两字啦，因为张文燕足济的嘛，爱加两字教授，就会看到我的资料啦。安尼大家若要了解我吼，会使用入去电脑内底去了解我。我哪会要甲大家？安尼做介绍，我家己，我要甲大家讲，现在的社会啦，是电脑的时代啦，大家拢袂使做唔对，你若做唔对，永久伫电脑上有记录伫咧，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所以，因为今仔日我无要照原煞白的这个程序啦，安那写袂容易，我因为今日大家坐伫遮，还佫
先问一下，有读过会计商学院毕业的，啊，有读过会计的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是足少的啦，哦，因为这个科目有诶，大家会计吼，啊，较烦吼，啊，较拢爱，较未使去佚佗啦，因为拢爱去做宿题啦，所以大家较无兴趣啦。所以我即马今日要甲大家讲啊，要互大家较轻松咧啊。我要开头伫讲讲到遮。再来讲这个叫做案例，我要给咱是要为案例啦，先讲到起来，才回到转来讲。哎，按咱给咱是来读的，那爱了解者，都是有发生足济的案例啦，金额拢足大条啦，所以大家爱对。啊，这个会计制度啊，一定要去了解。咱林永成司法大臣伊有咧报告有无？伊咧报告啊，我伫后壁咧听。日本宪法内底有一章讲到啥物？会计有啊无？大家安尼都大家足清楚啊，所以日本我算一个先进的国家，所以做啥物代志拢是一步一脚印，唔是讲咱这个流氓政府无咧照这个啊制度啊会计的这个原则来处理，伊。讲公务人员要加薪啦，七月遐，伊决定要加就要加，照讲后迄个代志。医生是变一年的呢，哪会讲七月因决定要加就要加？因为伊要选票啦，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啊，都公务人员甲恁加一个，啊，恁都拢爱投票行我嘛。所以乌白来啦，伊无讲啥物，定定咧讲好依法行事啊。咱也是提一个啊，真济例啦，啊，拢是违法啦。好啊，咱即马安尼甲大家讲，我有清楚啊吼。咱别啊，咱我即马都伫家耍吼。抓来咱上尾啊，用案例来开始啦，吼。咱即马要来讲这个案例啊，好，大家精神较好诶，无安尼第一节、第二节哦，啊，即马大家他看我无啥啥吼，啊，我大家即马要好啊，大家要好，要灵气呢。吼、哦！啊，以前啊，根本都无练去啊，所以讲，愈来诶东西嘛，我大家愈享受啦，啊，都因为拢有咧进步啦。啊，咱即卖要讲这个案例，这个、叫做啊，我讲叫做啥物？六三三啦，大家知影六三三无？哦，精神话吼，对啦对啦，你若要安尼讲，哦，啊，我即马咱要提这个，先提这个例子，伊这是啥？伊这个是没有遵循啊会计制度的案例，就是讲无照会计制度的案例啦。那看到这个书面。啊，咱这 PowerPoint 内底
你有看到报纸这个案例的人举起来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。安尼大家对新闻有咧了解，对社会国家的情形拢有咧了解，吼。但是有个人我无啊，差不多三分之二啦。啊，那三分之二了解，但是讲也有看到，啊，这都即马较模糊啊。啊，咱甲整理起来是安尼。啊，无看到的人也了解者，我还要介绍一个讲，这个是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。这个处长叫做刘珊珊，吼、哦，我即马要讲，这官偌大，这官有大无大？官是真大，伊那正式的国家有颁教的时啦，这叫做什么？总领事啦。什么叫做总领事？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咱住伫一个啊，咱啊讲美国，咱啊啊以前吼、哦，流氓政府讲有介办交，伊有一个大使馆，当然上大嘛。各地各。重要的部门啊，的城市啦，拢有设一个总领事馆。总领事馆就是代表一个国家，若无设大使馆，我会使设总领事馆啊，来代表啊一个国家的。其的外交机关啊，伫一个国家的真大诶，算讲代表啦。啊，这个总领事，我所知影，若要派出去遐，拢爱甲总统翕相啦。啊，甲总统翕一张啊相，伊才派遐去。啊，伊的办公厅啦，拢我家己一间。我真大间，啊！伊个桌啊，足大地，后壁啦，拢大部分拢甲总统徛做伙，啊，伫遐翕一张啊相啦，拢是遐大个官，要出去就一定爱甲总统翕一张相才出去。安尼，迄是总统派出来的，诶，真大个官员，啊。这大的官员，伊安怎迄类？伊啊无遵守到啊，这个会计制度啦，安怎无遵守？一个总领事内底啊，起码有诶大细，有诶内底十几个，有诶最少有诶五六个，一定有咧管会计、管出纳诶。伊无爱予出纳去付钱，伊家己去安怎去付钱嘛？这就是讲，伊甲人签约的时是1240块美金，啊，予人的时啊，偌济400块啦，啊？这就是啥物？都贪污啊！贪，这就是啥？你知？这就是讲，你呐依照这个会计的制度啦，伊根本都我那诶总领事遐大，我会去参加，会去分钱好。伊个做啥用人同款，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，对无？这就是想要贪污嘛。
这样来讲，吼、哦，外交部对外管的内部的迄、那个诶契约啊，诶，这个制度啊是零啦。所以讲，啊，这个管拨偌济给伊，拨偌济给伊，就照安尼拨。啊，因迄、那个咧付啊，这个小咧对。啊，我俄罗斯籍啦，你讲就是这个情形嘛，是零嘛。咱即马过来看看这个问题吼，所有的办事处雇佣这个人啊，啊，诶，付的这个费用啦，这个合约啦。那照讲啊，拢爱报登来，迄个外交部来核定，来定这个计数，安尼唔才正确。正确是安尼啊，因为外交的迄类啊，无同款，有诶薪水也无同款。你若讲派来，啊。落后地区有的人不爱去，所以讲啊，你的薪水加两倍、加三倍，有都无同款啊。所以讲无同款的情形下，要请的人的薪水也无一定同款，所以应该拢爱照会计制度，拢爱报登来外交部，外交部准啊以后才。安尼来支付，这咱安尼看就足清楚。要阁讲一个卡，这里拄啊发生代志，因为安怎才会发生？菲律宾这个啊，菲佣啊，因为伊有真济迄个朋友啊。我是菲律宾来的啦，哦，啊，都拢会联络，啊，你，哎，伊迄我英文的菲律宾，我算英文的迄、那个诶国家嘛吼，啊，所以伊会了解，伊看到伊签的这个契约了后，讲啊，咱付的差哈济，啊，都一定出问题嘛。你若今仔讲有诶，毋是英文诶体系内底，我看即个问题就全扛起来，直直扛起来，拢无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即互大家我要了解有即个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即个例内底啦。因为以前我拢有甲迄个叫做啥图案吼，拢甲我一互靠压迄个图案吼，啊，我拢有啦。就是因安怎呢？美国伊都无承认车轮牌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咱这边讲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，啊，有要外交豁免权哦，无啦。全家抓去关啦，啊，关头都两个多月啊，才认罪啦。伊是讲上头讲认罪协商呢，抓起来了后讲啊，卖来办公证会来认罪协商，钱紧赔赔要紧转来，较袂遐歹看。啊，你若是公听会开落啊。咱台湾人民拢知影，伊这个代志啊，不爱予咱台湾的人拢知影。伊讲啊，认罪协商啊，赶紧要赔钱啊。美国讲司法部讲袂使哩，那是爱照这个顺序来。啊，到尾我是认罪协商，但是我甲拘留差不多两个外月，才予转来。今年。差不多二月遐、一月遐才放回来，大家唔知影无？
啊，若照讲，倒来阁判罪，啊，这就是安怎咧？讲依法行政，好、哦，我依法行政，哦啊，变也要出来呐，爱依法行政，啊，这拢依家己的法啦，依家己讲有罪就有罪，无罪就无罪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里、个、这里、个、好啦，咱这里案例，这里、个、有大家要各问的问题无？那无咱甲结束，咱来换这个案例。这里我咱伫台湾企业界，我是啊真大的企业。啊，你看。伊个秘书啊啊，2007年吼、哦、开始啊啊，就伪造啦，拢总领8300几万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那是甲啊，这个案例啦，那是甲啥？没有遵循会计制度才会发生嘛。所以我直接伫里咧强调讲安怎，计数的人啊，甲出纳的人未使同一个人，一定爱分开啦。计数就计数，啊，管钱的管钱的，管出纳的出纳，拢照这个会计的处理程序，会处理这个损失啦。要领钱的人，一定爱面顶照损失披露啊，啊，会计作效，啊，才去出纳遐去领钱。啊，这我咧想啦。因的内部的控制也做了无好，安怎做了无好？因为，董事长签条啊，啊，就会使去领钱呀。这那是值得去内部控制做了无好事，一定要了解讲，唔是干那啊。董事长批落来使了钱，一定讲这爱个承办单位是要用多一条要创啥？啊，来讲要买礼品呐、啊，买礼品，你那是爱有迄个礼品的发票啊去报，还是采购人员去买？这所以讲一个程序上啊，这偌侪钱啊？啊，拢总啊，干那因为有一笔300几万，伊这拢总啊啊，等来了，你看几千8300几万呢？啊啊，伊干那一笔得300几万呢？哪有一个讲安尼？伊拄啊讲吼，这个我差钱要败啊啦，汇入要伊个账户内底啦。所以，因为钱较大条，无法度去领的。啊，那30-50万啊，凡事拢去领。所以这条啊，我甲大家讲吼，袂使犯错啊，就是安尼啦。这拢伫网站列出来的啦，你永久啊。都记录伫咧啦，所以大家啊，拢做代志哦，我爱足小心啊，啊，袂使犯错。即马可能较早无这个情形啊，即马若要签发签一本迄个支票吼，迄个。支票吼，那是爱调查信用各种的
信用才有发乎你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以前无啦，你那有滴啊寄钱，啊，你要去甲领一份就领一份乎你啊。啊，即马愈来我会啊愈严啦。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我用滴会滴了解讲。真优秀的人才嘛，但是伊都安怎啊做唔到啊？咱即卖要阁讲一个，这个咧就是讲台塑吼，台塑是毋是咱企业界的龙头嘛？对不？咱咧。简单想讲，伊个内部控制一定做了安怎，足好嘞嘛。但是那是有出代志啊。所以，这就是啥物？这就是内控做了无好，甲轮调制度无健全，才发生这款代志。好、哦，咱把这个案例甲看落，吼、哦，这个代理组长吼、哦，啊，伊咧啊，伊某啦，啊咧，就是无共款，那照讲啦，那一个公夫妇啊，伫一个公司啦，绝对袂使当一个部门啦。啊！伊这是无共部门，还是会杀你啦？啊！但是问题就是类似像安尼啦，爱特别注意。吼、哦，有这款一个，所以讲一个公司啊，是两外两个翁仔某拢伫在一个公司啦，这有诶忌讳啦，都惊有问题嘛。有当时啊。调调来，才无意中去调来相关，安尼问题就较会出来。所以讲，这爱好大家知影一下吼。啊，伊啊，1998年开始啊，暗中向这个韩国厂商来收这个叫做啊回扣啦，吼、哦、回扣。啊，伊透过这个。这个叫做房地产的买卖吼、哦，来漂白吼、哦。啊，这都啊，安怎去查出来？我看像这款的代志哈，的案例我足济个啦，有诶也未查出来啦。因为这就是啊，调查局查出来，看两个人啊的资金嘛有异常的往来啦，起码。你若要汇30000元以上，给什么人？银行一定叫你提什么证件？啊？爱身份证对不？我即马去吼，我去台湾银行，伊讲，你有证件无？我讲，什么证件？伊讲有证件就好，我提这张啦，啊准啦。会用你啦，安尼清楚无？所以以后啊，这张是足好用的啦。我听秘书长讲，一个动心嘛，伫高速公路啦，去学交通的一类啦。啊讲，你要甲讨证件啦，伊到尾我如这张出来啦，啊，两个警察看讲，这张，这唔是咱的管辖，你走，啊讲安尼啦，安尼有好用无？大家无会赶紧去请，的确足好用。秘书长也讲过啊呢，第一天伊安怎讲，
大家有这个印象无？倒一个要来发表，秘书长讲的。啊，大家足客气啦，好啦，我讲啦吼。秘书长安怎讲？伊讲，咱一个重心要去啊美国，啊去 AIT 遐，啊，也还 AIT 的办事人员啊，足好嘞，啊足笑面嘞。甲讲哦，你要去美国要创啥啊？伊怎抽出来，摕这张号伊，面做一个严肃去。甲伊要带因太太过去，因太太啊摕出来，啊怎无个问啊啦？哭哭，讲明天啊啊，我们马上啊快递的寄给你们。安尼有好用无？回去吼，较高吹的，哦，较高吹的，这就是安怎？美国甲咱讲啊，两个条件要互咱接近啊，什么条件？大家知影无？第一条什么？哦，小好嘞。这若是五万张啊，讲要开一个卡。哎，我即摆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咯。秘书长讲安怎？讲 AIT 伫内湖迄个金融路遐起一间啥物？伊讲 AIT 要搬遐去，起一个两万几平啦。哎、欸，啊，原早讲450个啦，450个 AIT 现在职员啦，讲要刷去遐去，要变偌济人？50个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逻辑是安怎来的？大家有想过无？有去起疑问去想啊无？伫迄个附中的对面遮 AIT。啊，我无偌大间，我看我下下啊，尔450个，要去甩遐2000几平的所在，要剩50个，啊，大家有去动脑筋无？到底是咧创啥物？知影人有要发表你的看法咧？有啊无？啊，我普通甲你讲吼，这那是伊遐要做亚洲迄个啊军事管理中心着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大家爱去想，是发这张落啊，以免用遐济人啦。这张摕落，输一个就去甲美国去啊啦。哪会爱用450个来倒遐等伊那要创啥？安尼，大家知影无？安尼足清楚啊！吼，哎，你去想嘛，450个伫遮咧办，哎、欸，啊，即嘛讲迄边讲要安怎？讲50个，哎、欸，啊，人咧想啦，讲啊，450个都乌沙沙，啊，即嘛还讲啊，用50个尔。啊，50个啊，大家紧去领这领领的，啊，也使去啊，免去啊嘛，这张就安怎？啊，这都刷都出去啊嘛。安尼，这个观念应该大家会了解才对啦。所以回去爱到宣传，安尼好不？感谢大家哈。啊。啊，这咱就会了解吼，这就是台塑那足管理上足好吼。啊，全甲冻结了后吼，冻结有2000几万哦，而且去查了后啦，那么才发现啦，伫2年来啦，
吼、哦、啊，摕即、这个啊佣金啦，啊，当然，伊这就是伊有决定即个计数，啊，算讲较俗一撮，原早咧卖十箍，啊，我即马互韩国商人讲啊7箍啦，啊3箍内底啦，我可能31，啊。31，大家知影嘛吼？啊，咱讲3箍，啊你含算讲原早卖10箍嘛，啊即摆卖7箍，互你啊，我都有即个权利啊啊，剩3箍两个降本嘛，啊是讲啊，互你趁较济，互你啊我趁较少一个，趁2箍一个啊，趁1箍，即拢商人嘛吼，伊讲啊你算会好就做啊嘛。啊，这就是有这个情形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提回扣嘛，吼、哦，回扣。啊，这回扣吼、哦，就是我是安怎你知啊？伊这认为讲这应该无啥问题啦。实际上，因安尼咧做啦，就是安怎？诶，发现讲。即两个账户，啊，那会换咧一概花遐济钱，啊，花就会去发现着嘛。啊，即嘛毋知讲，即嘛毋知讲，3万箍拢爱啥？要花某一个人3万箍，都爱有一个啥身份证的记录，后摆也要查，才会知讲你即条钱要用的带去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甲大家。啊，安尼报告吼、哦，啊，你看，这那是真缘投嘛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足拍算的，这犯罪率吼，迄电脑拢去拍，啊，就去找到拢找有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阁看这个案例。这个案例啦，是4月17日啦，A14的《自由时报》的例啊，啊，我加起来，啊，甲打起哩，啊，互大家了解这啥？伊咧标题讲，雇员啊侵占公款，教育部仅啊。那么讨回3万块，啊，拢总偌济钱啊？2600万呢，这拢是咱人民的社会款钱呢。啊，所以讲，流氓政府钱，你管制拢无啦，啊，乌白用人，欸，什么叫做雇员？啊，雇员拢有关系啦，有关系来才讲叫做雇员啦，啊，毋是经过考试院分发来分派的啦，所以讲这一定有关系的人，啊，若是照有关系的人，我的看法。伊去做这个代志啊，爱去对介绍人，安尼毋得着。那伊讲，2600万啊，只啊讲啊，我只出啊，只头3万外了呀啦，啊等，安尼大家若要来做雇员，对啊，迄比啥物较好谈？啊、所以大家看到像这款代志吼，会安尼是啥物情形啊？咱来看落来吼，伊这个就是讲该基金会的助理秘书吼，伊讲啦吼，因为这个啊。这个雇员啊，吼、哦，这个雇员，吼、
就公布财产啦，就安尼啦吼，要未来会依前者凭证啦，那么要要过去讨啦，安尼哪有啥？上重要的这教育部啦，要建立相关的制度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啊，这下，教育部唔是给咱直接成立面呢？啊，是唔是主管爱机构？啊，我啊无咧报道啊，啊无咧，唔知有机构无机构，咱也唔知影啦。啊，所以足济代志啊，真正有诶是咱看到真正是马马虎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营养午餐交不起的那么多，2600万呢，啊，所以讲政府。我要讲利利落落，好啦，搁大家搁思考一个问题哈。假设咱即马来执政，咱一定要采用什么方法？大家知影无？贪污案啊！啊，这都掠来清查就好啊，也使搁去讨，讨30000块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哦。大家足甘心来参加咱的哦做啊团队啊，来要完成咱历史的任务。你呐去做官员，你都要去思考好些哈。唔好到时下有犯这个毛病啊，啊，你就安怎？咱贪污一定枪毙，秘书长也讲过啊，大家知影无？爱家己记伫心肝底吼。啊，那犯罪一定啥？鞭刑。哦，啊，这我大家了解。好来。啊、看到这个呢，他开始在，红十字会，我以前有交过钱的呢。迄个做啥？医院啦，啊，两个红的，是你安尼讲，你是爱国啦，爱买嘞，都爱挂伫啊做啥？啊，但是国民校还是初中的时光，买都爱挂伫啥？搭伫车啦。所以，咱来看这是啥？这是《自由时报》呢，这也不是我编的呢。好、哦，伊安怎？伊讲加变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啊总会啦，啊怒告分会长诽谤啦，讲啊诽谤啦，啊，你若无做，爱安呢？算讲歪了，伤歹看啦，才会安尼嘛。真乃使安尼讲，的确是这个情形吼。但是咱现在无台湾啊。红啊，迄、那个红十字会，我所知啊，讲有一挂本土台湾人咧请，去请台湾红十字会，啊，唔知有通过无？我要无清楚啦，但是我知啊，有台湾一座台湾新的台湾人，伊讲啊，这遐难，阮家己来请一个台湾红十字会。有在進行這個啦，吼，啊那，啊當然，啊這個流氓政府是不是會通過，咱無清楚吼。咱重點在哪？要甲大家講，重點在這張啦。
善款呢，咱啊爱心捐出来钱，伊阁无要甲你用啦。啊，偌济？你看这个啦，八八水灾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余款偌济？157,842万。啊，执行才偌济？啊，差不多30.89。阿哥，一个啥？搁一个啥？好，咱的较长辈这人，有的企业做了足好，足感谢日本时代的。因来统治台湾，各种的建设，哦，各种的，把台湾我提升，大家看到日本阿咧，拢钱拢金金出来，啊，拢去甲赞助，哪里讲去，讲肉包子打狗啦？哦、中国话讲肉包子打狗，安怎？先去个吞去啦！啊，当然，伊应该唔敢吞啦。起码就是去个暗港啦，暗港安怎？讲渔船啦，吼、哦，渔船要偌济？实在吼、哦，看到这吼、哦，实在，咱也得了解讲。因根本就是，好讲我们现在啊跟日本啊啦，好那个邦交最好的时候，跨得贵嘞。啊啊那啊那好，哎、欸，讲咱迄个叫做迄、那个叫做，咱就起码啊海防部队嘛吼。什么拢改海清楚吼？讲三四台讲上一个机啊，讲去甲西甲钓鱼台遐讲夹迄个什么？钓啊，嘿，夹迄款机啊去啦，啊看实在，迄个图我拢明仔载才予大家看哈。安尼。大家看有相信无？讲看到这个时代有65.7%也未执行呢，实在就咱会使讲就总数啦，暗降35.3%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单位吼，早都爱安怎，爱关起。哦，迄你讲的，好来，快紧来，咱过来搁看，这安怎讲？照讲，这都没有依照迄个会计制度。你收来，只要用的带去，都爱用出去啊。哪会搁底下咧啊？储存。迄、那个生利息啦，迄你有诶怎去生利息，拢去你摕乌白用哩。这哪要互大家知啊？这啥物？吼、哦，财政恶化，审计部未来5年啊，常在高峰。啊，这就是安怎你知啊？来，咱过来审计部。啊，咱啊来讲，这个做啥？退伍会查处啊不积极啦，这都是啥？啊，都迄、那个咱的司法大臣吼林永成啊讲，
讲因要避风过河都优先啊啦，大家有听到这句话无？所以讲啊，一切都是应该爱查的唔查嘛。啊，好，你啊，你来讲啊，都念去啊，啊，无啊多啊，我被迄落，咱把它综合报出诶，说明啊，甲讲，咱吼。各种政府的啊，迄、那个啊怎样来潜藏性的负债吼，一年增加偌济？两条呢？哈？啊，唔只讲大家较拍拼好无？叫大家来上课啦，回去啊，甲身份证鼓吹起啦，早早改。关起带，平潭岛啦，也拢讲好啊啦。美国甲中国两个讲，惊因咱啊甲接收起来，因为咱美国讲啊，恁爱结束啊，惊乱闯啦、乱走啦。啊，中国啊惊，讲啊安尼赶紧平潭岛。哎，咱这件代志会看到报出来，举起来唱好无？哇，谢谢啦，但是无几个啦，啊，所以大家我爱加油吼，这信息吼，回去拢爱去讲啊，我搁讲一摆啦吼。美国加中国讲台湾这些难民。那美国要甲收起来了后，较早讲金门妈祖要互因去吧，起码阁一个比台北较大1.2倍，叫做平潭岛啦。他这个平潭岛讲共同开发、共同经营、共同管理啦，安尼。大家清楚无？大家无咧困啊嘛吼！啊，我因为我倒头讲啦，吼啊，即马吼安尼，大家可能较会了解吼、哦。会计制度我足重要诶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会了解吼、哦，有这个情况啊，赶紧甲赶走吼，啊，因去平摊倒去因诶代志吼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迄、那个资格是行政院资格处长，这那是足大个咧，吼、哦、啊，伊。财政部办的啊，讲税出保留款不啊计纳进去啦，这就是啥？我钱咧乌白开啦，这你为政府应该的钱，依照这个预算爱来支出，伊即嘛讲。啊，会使去安怎做广告啦？还实在，迄拢是咧啥？哦，你这个电视台啊支持我，啊我甲你广告。哦，啊你这个报纸支持我，我甲你广告。啊，咱这钱乌白用，所以讲，伊去甲开后门啦，去甲开后门啦。吼、哦，啊这咱。咱来看卖哦，这就是，吼、哦，这个自日性的行销开违法的后门呐、啊，看完案无？啊，迄、那个，咱迄个叫做协同诶
有趁的吃不起，啊，都无遐多，啊，这乌白用的拢无代志，啊，所以讲，这拢是报纸咧写吼，啊，我有这款的情形吼。来看，八月初一，吼、哦，这个立委哦要来弹劾这些，啊有可能无？官官相护嘛，是你都讲法院我开的啊，你是要创什么？啊，法院是不是因开的？对哇、啊，啊有影差足济的，法院咧判咱。真清楚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情形。啊，这安怎你知啊？今年六月定这个啊，做啥？所以讲，咱看到这吼、哦，实在足痛心啦。好，啊，咱今嘛要搁公道转来，咱。算讲为这案例来看到转来，咱的会计制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要讲直接，吼、哦，你若惊讲报道吼、哦、做了无好啊，直接影响啊机关的判断甲整体的这个规划的发展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啊了解这个情形，咱起码要啊都转来。咱千万要来，因为咱这回是为尾啊讲到来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咱予大家讲，迄个较袂多久啦。咱即马要，什么？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？安尼会计有重要无？足重要。啊，就是日本宪法内底都有一咧去讲到会计的代志。安尼大家足清楚哈。咱今即马。来提到转来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会计制度都要有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相关的法令，啊来这里来制定下的内部会计的循环啦，这叫做会计制度啦。哦，啊，咱会了解讲，头拄啊遐弊案，拢是安怎，无遵守啦，会计做。制度伊也无遵守啊，吼、哦，无照这个要做啥？迄、那个内部的循环的作业，可能跳过，不爱让伊做监督，啊，问题就较会出来啊。好，来，那依照会计法咧讲，会计制度爱有遮的啦，吼、哦，爱有遮的。啊，你那是各州的会计人员，恁慢慢啊，都爱去建立讲，爱去写去找出来啦。哦，啊，这是会计报告对啥？咱讲财务报表嘛。哦，啊，这科目啥？啊，科目都爱按照。会计的要素来分嘛，会计的要素五个嘛，就是啥物，资产嘛，负债嘛，啊加迄个叫做基金嘛，吼、哦，咱啊那私人呢叫做业主权益啦，哦啊来收入啊加啥物，费用，吼、哦，啊加费用啊费损类似，吼、哦、啊这科目爱定出来，啊校坡。啊，校坡啊，有的人即摆电脑咧发达啦，因为即摆拢通常拢是电脑咧记销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有的校坡袂讲拢是伫电脑咧处理较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电脑内底若有这个校坡啊，依照迄个软体吼、哦，拢有啦。啊，这个较重要啦，嘿，会计凭证较重要。有的要看讲这个钱用去
正当还是无正当？我举一个例，予大家了解。迄、那个咱立法委员一个可能话大哥大个吼，啊，伫大家妈祖个迄、那个安怎？迄阵啊，讲咧做啊，二等个事啦，二等个事啊，伊个钱甲开个代去，开个要做迄个酒家去啦，啊！啊，哪会知啊？这个会计凭证讲我迄间公司领去啊，啊，就酒家迄间就酒家，安尼就知影讲这条钱走的代去啊。所以讲这个凭证啊，那是要查吼，要查讲用的代去啊，都哎要这原始凭证啊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凭证啊有两种，一个叫做原始凭证，一个记账凭证。啊，拢会了解吼。啊，大家若有兴趣啊，我今日讲未完吼，我先甲大家讲，若有兴趣啊，咱会使甲咱的同亲讲吼，啊，也是去啊，啊有带这个做去课堂的，然后啦吼，也是去啊要求吼同亲的咩啊，互恁啦吼。这些资料都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啊，这我不再说了吼。咱主要重点是什么？政府会计制度嘛。好，政府的会计制度是要什么？帮助啊，政府的预算管理的工具啦，管理的工具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各级政府来推行政务甲控制资源，按照有关的法章，啊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，啊甲报告的处理准则啦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讲啊，政府会计制度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通常爱预算制度。啊，达到这个控制，这个咱这个政府机关的税率，税出的目的，吼、哦，这就做。咱阿扁做台北市长的时，伊无伊税率吧，税率。说出伊讲，我行真济个啊，做啥负责啊？咱会滴啊了解。所以讲，一个政府若好，人民都爱有福气。啊，到咱遮个人民都要爱去投票啊。延续大家卖去投票，把这个流氓政府早一日结束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这回去选去，我无去，我也无投。因为安怎？咱想想来讲，我去等三十块给你，啊，搁五十块给你政党，啊，我现了八十块呢，对啊，唔对啊？大家爱安尼想啊？我去讲等一个因啊，了八十块，安尼。有痛啊，无痛，啊，佮延续他的安怎寿命啊？迄个流亡的寿命，咱必须听我讲，波罗的海三小国，苏联的控制下，佮搬选起三十几趴尔，世界无承认。讲安尼好啦，无恁家己民政府去办啦，因民政府去办选举尔，九十几趴，世界拢承认，到尾啊苏联也承认。安尼世界有这个例，咱爱互讲互咱乡亲知影，转去我大宣传啦，安尼互因知影讲，若要结束
这那是一个方法啦，唔好讲啊，无去选，拢互伊规碗芳，啊，规碗芳，因才会较紧倒啊。安尼清楚吼。后来，过来吼，一般公认原则，这就是要甲讲，咱要绩效，拢有一个观念啦。有十个原则啦，啊，老囡啊，在读商学院的，你回去甲恁囝考试，你讲阿爸阿母啊，去民政府去上课，啊，我要甲你问讲，会计制度的一般公认的原则是啥物？你讲一下我听咧。伊若知啊。我甲你讲，讲，恁个囡仔安尼，我有认真。伊若唔知啊，讲啊，你会计白读个啦。你甲讲，你都爱一般公认个会计原则，你爱弄清楚啦。啊，摆啊，你出来才有用啦。啊，无你若毕业了后，你到那个迄个。迄、那个电脑的迄个程式同款啊，迄、那个做软体同款啊，安尼也无啥效啦。要讲伊这以前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个，互一个，互大家知啊。我这个公司，我只会少来请 A 会计师来甲咱查。啊，那是当时。我自家搁请美会计师来甲咱查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：查销的趁钱是毋是拢同款？哪拢同款的举手？啊，那 A 会计师甲 B 会计师查出来，那无同款的举手？哦，感谢。我哪会要讲这個？你头壳爱烧烧啊，震动一下。啊，唔只知影讲，咱即马要讲啥？安尼清楚无？我即马要甲大家讲，学生囡啊，甲高中考试，高中考试。考出来答案拢同款啊！学生囡仔，期中考、期末考，考出来答案拢啊同款啊！啊，即马我咧上课，讲 A 会计师甲 B 会计师，啊来查一间公司的账，啊哪会无同款？因为都是。这个一般公认原则啦，有这个原则，你拢会使哩。你做 A 会计师，伊认为我要用这个观念、这个方法来做。B 会计师讲伊的看法，无一定甲 A 都同款啦。所以这点要甲大家讲，那他。商学院的，你等下去甲恁后生啊，恁查某囝去甲考，伊若甲你讲甲讲这个一般会计公认原则讲甲头头是道啊，恁囝不得了啊！拜啊，我是一个啊，算讲财务长的人才。好，咱即卖要来讲啊，第一。企业国体的加息，这我看文字大家拢会晓看啦吼。这简单讲，我若开公司，我是做董事长。公司的钱就公司的钱咧，你袂使讲我董事长讲嘿啊，我开的啊，我要
主啊，我即摆要出去用钱，啊，拄啊搭底啊无钱，哎，3万块出来讲，哎，你摕来者，我要摕来用。出来讲袂使哩，哎，一定爱照这个顺序，你要若要去买啥，你就爱采购的去买。哦，啊无，你就爱有这个科目，才会钱有这个预算，唔才会使哩。欸，啊，这是公司的呢，跟你私人无关系呢。这叫做什么？个体假设啦。啊，我咱的会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啦。你落地的钱，就是你落地的钱。我要直接跟大家讲，阿拜可能咱这里只的同心，可能拢会阿拜去做大官。啊，若做大官，拢有啥？有车台用啊，对不？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大家一定爱安怎？公务车你是用伫公务啊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拜托，你都爱用家己的车。这个观念我一定爱建立。希望大家爱有这个心，咱要为咱未来子孙创造更好的美丽的家园。跟咱啊，咱应该大家祝福嘞，哈、哦！啊，秘书长讲，18岁以上啊，无论查甫查某，要送大家一间厝。最高的，咱那咱动心在做大官时，你一定爱想出来讲，公家的钱是用在公家，啊，咱钱都袂乌白开，啊，会袂乌白用，所以一定做会到啦，那贪污清算啦，安尼。因即卖的预算100块，看用30-40块，其他拢安怎？拢贪污去了。后来啊，继续经营啦。啊，这我看卖阁讲啦吼。这就是，我开这个公司，我特别经营落啊，所以买来物件爱分年来贪嘛。我过来，啊，这就是咱阿伯啊，要发生啥正代票啦，咱正代票啦，哦，讲上头讲旧代票，啊，甲你换新代票，哎，40000，讲换1块啦，大家以前拢好野人啊，因来了后，甲咱本土台湾人拢。甲你，互恁散啦，恁散才为着三顿，未来管政治啦。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啊，都恁大家为着三顿，过巴肚来拼到要死啊！讲啊，政治啊，啊政治我无插。哦，政治啊，啊政啊，这政治的代志，这啊，甲无我无关系。安尼才好控制啦。咱即马那接落来。无身份证的要偌济啊？无这张身份证的人要来换40万换1块啦！40000换1块，即卖40000换1块正常嘛？爱甲咱的同心。厝边隔壁讲，若无这张啊，你着等迄阵啊，你着爱摕40000来换1块啦，啊无你爱拢去打壁纸，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后来过来，这个币值吼，迄、那个不变的假设吼，这就是讲。
一月，咱的会计年度是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日，啊，实际上伫经济学来讲，拢会贬值啦，拢头到迄个贬值，就是利息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寄一百块，一月初一寄入的，到十二月三一日，我若要领出来，领一百空两块，啊，这两块是啥？是利息啦，啊，这叫做啥？有个人讲，我这么爱寄咧，我要来，一百块来给用，用好爽快，我就给用出来。我哪会安尼忍耐讲一月初一忍耐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来领？啊，这就是这个痛苦的指数啊，忍耐痛苦的指数啊，两块啦。哦。当然，咱国，国讲较简单的讲，以前五十块买一个便当啊，即卖都爱偌济，七十、八十，啊，叫他买一个较像样的便当嘛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，予大家知影讲，这个物价嘛是上涨的趋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货币是。贬值的情形吼，啊，上行业的人拢会知影啦吼。啊，这一月初，啊，日本，咱大家这个日期，大家一定爱会记哩。1945年四月初一是啥物？1945年四月初一是什么日？日本啊，天皇那么发布这个之前诏书啦，讲台湾成为啊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都、就是啊实施啊实啊来实施。民治啊，宪法啦，给你参政权，给你参战权。所以有一天，咱唔只足辛苦，伫只大家伫只咧打拼啦，啊，大家为家己的打拼，打一个扑克好无？啊，无打扑克，啊，你唔着袂打拼呢？啊，唔着大家爱打扑克吼，啊，你唔只大家。在这里很辛苦的、哦啊、好啦，不然大家再打一次，我看大家有打扑克吗？怎么那个还没打扑克啦、啊、你不就给他打一个扑克呢？这样哦，这样他可能比较没什么打拼啦，按说老人才打拼、哦、拍死啦、哦、我较低的人、哦、我因为我本身拢伫学术界较济嘛吼，一就是一哦，我讲的话一就是一哦，二是二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希望大家来吃，我是为着咱的理想来，唔是来吃，派人来吃咧做药俾爱，安尼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我阁讲一句。你若来遮，受信拢欢迎。你若是做药别来，也无要紧。但是你若出去违背到咱民政府，你的立场就跟宾拉登一样，宾拉登一样。安尼你知影无？你走的代币拢庇护我啦！宾拉登什么下场？伊毋是走去滴滴币。咱这个单位是什么人支持的？咱后壁美国政府 CIA， 你违背我们咱民政府的
那讲咱的规定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家己爱心内爱家己有这个觉悟，会得处罚无？执政的时候一定，你去招一代，世界拢有 CIA， 找甲，你看你的严重性，安怎做处罚？咱这秘书长拢有交代，我一定会做个到。大家来这足感谢啦，希望大家为未来的子孙做奉献。我话七十几岁啊，目标是啥？我若倒厝的，我足好康啊。目标是啥？人拢有一个理想嘛，必须以前做较有意义的嘛。你若安尼想，不管你是民进党的，你国民党的，你中啊，迄、那个啊，中国国民党的，啊是大联党的，啊是迄、那个中共的，无要紧，你来受训，阮欢迎。特别注意，你若违背我们的政策，那甲中国讲的，伊的法律有一条。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，你那是违背我们迄个民政府的啊，台湾民政的服的话，阮阿伯一定会处罚。好、哦，爱来遮都爱讲，我是要为着未来的子孙做奉献。这足重要啊！这条啊，来，大家看这本，大家有吗？摕出来显显出来，歹势啦。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这爱大家爱了解吼、哦。二十九条，权利法案二十九条第几啊？大家显出来，画出来吼，第几啊？二十九条，啊？大家看到无？我即马简单讲吼，成本甲效益，那伫管理会计的讲法，管理会计内底的讲法，都是成本爱那惊讲开十块效益啦。就要一倍啦，那开十块的成本，啊，利益有二十块，当然会使做嘛。啊，那无会使做也袂使做，袂使的。咱即卖预算甲现在后摆啊，咱执政以后的预算制度，拢要采用这个啊二十九条的规定啦。所以咱。写这本无简单，送去美国两摆，去搁转来，去搁转来，才完成的。所以今仔日才有这本的产生。我迄阵啊，我才无偌济人呢，大家足认真。牺牲足济个精神，完成这本。安尼清楚啊吼，吼、哦、咱个预算啊，一定啊，哦，咱听吼二十九条个规定啦、啊，权责机关哦啊，权责机关预算个编列啊原则啦，要按照一本笔的大小排列先后顺序排列个顺。啊，先后的顺序啊，供参议院、众议院审查参考。吼、哦，一本比小于一则不得执行。就是啊，益、哦、就是利益，甲成本，那无益，咱就讲，咱利益益，
成本的一啊，那是等于嘛，啊，小于一的话不可以执行啦，这大家都爱完全了解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看其他的部分啊，我阁讲一个较重要的啦，来讲一个其他的 PowerPoint 拢有吼、哦，来讲到内部控制重要性。内部控制重要性，内部那一定要有控制，那无控制啊，咱发生那个弊案拢是啥？拢无控制嘛，唔再发生弊案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这足重要，内部控制是咧做啥？啊，是咧做啊，家己个要做啥？企业啊做设施啦。啊，会计政策啊，是要落实这个要做效率啦。啊，甲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啦，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啦。啊，迄、那个舞弊的啊，舞弊的两种情形啊，一个是啥物？财务的报表舞弊，讲少，哎、欸，有的费用。这个费用开出来，伊讲个力都资产啦，啊力都资产的变相，哎、欸、啊都有钱啊，讲财产遐济啊，啊费用开出来个力都资产，伊迄拢是伫会计迄个做借贷法则内底，迄拢是借方，有诶真正看袂出来，哎、欸、啊都借贷平衡嘛，咱咧计小讲啊借方甲贷方平衡，哎、欸、啊都费用甲获得资产去，你都看袂出来。有诶哦，这都是，所以讲，这个财务舞弊拢是高阶层咧处理的啦，吼、哦，会发生的啦。搁一个是啥？迄、那个挪用现金啦、啊，或是挪用资产啦、啊，这都是承办人员遐个啊，较这个事务遮人员较会发生的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咱拢会去防避，吼、哦、啊。会知呀，啊，我咱回头啊，讲到转来，啊，予大家唔知有了解无？看有大家有要问问题，然后有要问问题，予大家问外紧。那无，咱今日到此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请起。今日老卡食饭。